苗栗铜锣红桥也哈开花大呢，江江的红桥就像个当地民众喜看花。地方民间团体特别举办红桥盛花节，同菜地小农生一天食，始终一来用花田施舍的方式，为民众来感受一场结合被花香、音乐、韩国美食的客庄农村之旅。铜锣的红桥开到闹闹，花田地都拍摄摄的。地方乡亲就讲，要做渐渐的适应一些，成为当地民众来看花。地方农村一家贴了大草品牌，举办小农实习、花田研发会来推广家乡特色。泰家乡的合作也怪难得，我一定要鼓励泰家，也分工合作，让做得带来本，我们铜锣的经济的发展。铜锣乡是国内生产红桥的主要产地，比到把关品质。红桥脱采收前，韩国采收后，都会经过当年各级农业产量检验。今年地方合作社生产头一批的红桥，已经正式通过检验的。铜锣红桥呢，是所有作物当中呢，最安全的。作品呢，是你的生活是值得纪念的一天。作品呢，铜锣红桥第一批411项。无农药残留检定的，合作社通过嘞。今年铜锣红桥总有大约60公顷案发，不过受到风灾影响损失的不一般，不过还是有的发电没受到影响。中红桥的农民就讲，一下荡荡的红桥开到闹闹的季节，反而全部安全不要三十厘米。客家新闻杨以诺苗栗报道。